江泽民父子传被软禁，胡温习联手全方位围剿江派常委，清洗江派窝点，习大规模调动军队备战北戴河会议。6月5日，官媒报道习近平关于家风言论，陆媒报道前北戴河区委书记李学民被带走调查，上海纪委通报547名公安官员将被审计。6月6日，王岐山到辽宁省召开座谈会，强调失责必问责，重庆永川区公安局原政委王成被立案审查。6月7日，消息称江绵恒被软禁，江家巨额贪腐惊人，贾庆林京城露面，报道被要求删除。河北邯郸市原常务副市长丁英辉被调查。6月8日，中纪委通报中宣布五大罪状，河南省公安厅原副厅长王德洲与广东珠海市政协主席钱方立被调查。6月10日，官媒发文解码习近平的传统文化情节，陆媒报道齐心如何向习近平传授家风。6月7日，接近上海纪检部门的消息人士告诉大纪元，目前江绵恒被软禁在上海郊外一个秘密地点，可以外出放风，主要是要他交代本人及其家族的所有财务情况。该消息人士在软禁地点附近从远处用观察设备亲眼看到江绵恒。据上海纪检部门人士透露，从已经掌握的江家族涉贪和不明财产金额来看，足够全中国人民吃喝好几年，数量之大令人瞠目。历年来无数的国企外企都必须要给这个家族送大礼，每笔数量至少上亿。同期网络文章说，江泽民、曾庆红2015年曾联合谋划一场针对习近平的政变，后来计划泄露，江泽民被软禁在上海黄浦江畔。江泽民父子被软禁的消息被释放之际，习阵营密集动作震慑上海官场。6月5日，王岐山亲信侯凯掌控的上海纪委通告，将在3年内对市公安局547名主要官员开展以任中审计为主、离任审计为辅的全面轮审。上海的政法、公安系统长期被江泽民侄子吴志明所把持。近年来，上海政法系统持续被清洗。6月6日，中共官媒人民网转载上海市委组织部长徐泽洲在《学习时报》发表的文章，努力在从严管干部上走在前列。文章细数针对上海官员的各种监管措施，表示还要进一步深化拓展领导干部亲属经商管理规定。6月9日，《新京报》发文，上海要成全国管干部最严地方，有啥大举措？进一步解读徐泽洲的文章。文章强调，据徐泽洲透露，上海市委还将有大举措。6月7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从严治党军令状，不是随便说说。文章当天被中纪委官网转载。文章引用习的言论，如果不除恶务尽，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强调反腐必须乘胜追击，要始终保持对腐败问题的零容忍。6月8日，上海纪委官网转载中纪委文章，党的领导干部不担当不负责就要被追责，释放问责追责信号。同日，上海纪委通报上海国企五起违反习八条案例，江派常委被围剿，刘云山不妙。6月5日上午，被誉为中国新启蒙运动旗手、曾受胡耀邦重用的前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李鸿林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大陆知名女记者叶剑英的养女戴晴在撰写的回忆文章中称李鸿林是思想理论文字高手，还表示同为笔杆子，李鸿林与邓丽群、刘云山等废物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特质。6月8日，中纪委通报针对中宣部的巡视反馈意见，列出中宣部五大罪过，包括领导政治警觉性不高、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有差距、选人用人工作不够规范、重点领域存在廉政风险、违反习八条时有发生等。外媒关注，这是政治大地震前兆，习近平决意要整顿中宣部，江派常委刘云山和中宣部长刘奇葆或面临处置，习近平的政治障碍将被革职。6月10日，官媒发表文章解码习近平的传统文化情节，强调习近平重视中国传统文化。这与之前刘云山以文革极左的手法包装习近平的宣传形成了强烈对比，形同公开回击刘云山针对习的高级黑行动。中纪委针对央视的调查继续进行，央视或有更多人被抓。6月6日，王岐山到辽宁省召开座谈会，就制定问责条例征求意见，释放失责必问责的强烈信号。
将派李长春、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王敏等高官都先后盘踞在辽宁，形成了一个所谓的辽宁帮。在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王敏等辽宁帮要员已落马的情况下，巡视组杀回马枪后，王岐山特别到辽宁省释放问责信号，意味着辽宁帮大佬李长春、前辽宁省长陈正高处境也已岌岌可危。当天，中共前国家开发银行监事长、原河南省副省长姚忠民、河南省卫计委员巡视员夏祖昌被调查。姚忠民是曾主政河南的中共江派前常委李长春的旧部。6月7日，中共政协前主席贾庆林现身北京展览馆，凤凰网的报道称贾庆林视察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引起该院不满，要求撤掉稿件，并在微博发帖凤凰网，你想害死我吗？后来该报道被删除。另外，贾庆林的老家河北官场近期也被深度清洗。6月7日，继山东济南市委书记王隐、市长杨鲁豫双双落马后，济南市政协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田庄也被立案审查，其贪腐圈中人包括张高丽的旧部段立和。段立和当年曾策划并指使公安人员炸死其情妇的丑闻在被路媒曝光。6月5日，大陆官媒以习近平叫你回家吃饭为题发表文章。文章称，习近平就领导干部作风问题多次做出过重要指示。文章还列举了习近平在不同的讲话中提到的家风、家庭问题。6月10日，路媒报道齐心如何向习近平传授家风。江泽民父子及江派常委不利消息频传之际，官媒高调报道习近平关于家风的言论，进一步释放围剿江泽民及江派常委家族的信号。上一周，除习近平与王岐山的亲信侯凯、英勇、徐泽周密集动作震慑上海官场外，胡锦涛、温家宝的亲信也同步出手清洗江派多个窝点。6月6日，中纪委网站援引河北纪委消息通报，石家庄学院原副院长赵丽娟与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蔡念庚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并被立案审查。6月7日，河北省邯郸市原常务副市长丁英辉被调查。6月7日，河北石家庄市检察院通报原邢台市委书记王爱民与原河北省民政厅厅长古怀普被公诉。胡锦涛亲信赵克志去年7月31日接替落马的周本顺出任河北省委书记后，持续清洗河北江派势力。今年至今5个月时间，河北已有逾20名官员落马，6月以来一周内多名官员被密集查处。6月8日，中共河南省公安厅巡视员、原副厅长王德周被调查。王德周曾担任此前落马的原河南省公安厅厅长秦玉海的副手逾6年。李长春曾在河南主政多年，而江泽民大秘贾平安被指是河南帮帮主，与众多河南籍军官以及李长春、郭文贵等人的发迹有关。周永康马仔秦玉海曾长期操控河南政法、公安系统。习近平旧部河南前任公安厅厅长王晓红端掉皇家一号夜总会后，已升任北京公安局长与公安部副部长。河南现任公安厅长许甘露也是习近平的福建旧部，接任以来继续清洗河南公安系统。河南现任省委书记谢福瞻曾长期在国务院工作，是温家宝前智囊，自三月底履新以来加速清洗河南官场，至今已有十多名河南官员落马。现任广东省省委书记胡春华试图一路获胡锦涛提拔重用，被称为小胡锦涛。胡春华主政广东后，配合习当局反腐打虎，已拿下逾300名厅级官员，位居全国反腐首位。6月6日，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局原政委王成被立案审查，王成曾与王立军等人一起因所谓的打黑而立功受赏。6月7日，重庆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原总裁罗德志被立案审查。6月8日，重庆市南川区委常委王元开被调查。此前6月3日，重庆市园林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于守明被立案审查。重庆市薄熙来的老巢。值得关注的是，这四名重庆官员密集落马，发生在重庆书记孙政才5月30日同6名常委一起参加全国科技大会之后。孙政才是胡锦涛、温家宝提拔起来的人马。今年以来，习近平与孙政才互动频繁。1月4日，习近平选择重庆作为开年首访地点，孙政才陪同习考察。3月16日，
中共两会闭幕后离席时，习近平仅与孙政才握手，引外界关注。6月5日，大陆澎湃新闻证实，河北省秦皇岛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学民已于两周前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李学民2013年10月起历任北戴河新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北戴河区委书记，2016年2月转任秦皇岛市委统战部部长。此前的小官巨贪马超群案就发生在李学民曾任职的秦皇岛北戴河区。自1950年中共高层利用在距北京不远的北戴河度假之机召开秘密会议以来，北戴河会议已成为每年必不可少的高层非正式会议。近两年，中共高层你死我活的博弈也延伸到了北戴河。去年7月，北戴河会议召开前，江派周永康马仔、原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落马，原因是其涉嫌串联河北官员炮制了一份河北政情通报，并与江泽民、曾庆红密谋在北戴河会议借此向习近平发难。而主管北戴河的李学民是否涉足，或者涉足多少，都是个外界的谜团。去年10月，秦皇岛副市长张学军被立案审查，今年北戴河会议前夕敏感时期，李学民落马，结合胡锦涛亲信赵可志加速清洗河北官场，令人联想习阵营排除安全隐患，提前备战北戴河会议。与之相呼应的是，港媒披露，习近平当局已下令启动一场自5月起历时90天的大规模军事实战演习，五大战区的海军、陆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等军兵种共同参与军演，时间跨度直到北戴河会议。6月6日，中共央视军事报道节目中出现第38集团军某机械化步兵师在内蒙古演练随遇破袭战法的场景。6月10日，陆媒报道陆军高层多人履新。2014年与2015年同期，军方也曾密集军演，期间均有大老虎落马。2014年6、7月底，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江派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相继落马。2015年7月24日、30日，周永康马仔、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和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分别落马。今年北戴河会议前夕，习阵营全方位围剿江泽民家族及江派常委之际，习展示军权震慑江派的同时，是否也意味着将有大老虎落马，值得关注。五月份，中国大陆贸易顺差扩大，但外汇储备却下降了280亿美元。专家解读，资金已经开始疯狂外流，而大陆疯狂帝王频现是推走外资的重要因素。一旦中国外汇储备进入不可逆转的枯竭通道，将引爆楼市、债市、股市等崩溃性下跌。专家建议北京当局驱避过去六个月所有国企央企参与拍卖的帝王，责令央企退出房地产业，将人民币一次贬值到位，杜绝贬值预期，以遏制资本外流。上世纪90年代末，江泽民插手经济领域，架空朱镕基，随后接管国企改革。江泽民集团顺势垄断中国的经济命脉长达20多年，央企和国企成了江派利益集团的摇钱树。习近平、李克强18大上台执政以来，推动国企改革遭遇江派重重阻挠。今年5月以来，习近平、李克强当局已派出7个督察组，赶赴地方进行督查，包括对国企改革、国有资产流失、民间投资等。敏感时刻，央企无视退房令定封作案，频频制造帝王，背后的政治博弈因素令人联想。综述一周时局大事，江泽民父子被软禁消息传出，习近平、王岐山的亲信密集动作震慑上海官场，中纪委炮轰中宣布，外界聚焦江派常委刘云山大事不妙，胡锦涛、温家宝的亲信则全线出击，同步清洗江派多个窝点，江派常委贾庆林、李长春、曾庆红、张德江、张高丽等人或者被媒体封杀，或者被影射，或者受落马官员牵连。习阵营全面围剿江泽民家族及江派常委之际，江派利益集团掌控的央企频频制造帝王，种种经济乱象背后隐现政治博弈，暗潮汹涌。敏感时刻，习下令启动90天的大规模军事实战演习，展示军权，局势一触即发。北戴河会议前夕，习会否有针对江泽民父子及江派常委的打虎破局行动，令人关注。